朋友们，如果你还不知道怎么生成带有电影叙事的 AI 影片，那千万不要错过本期视频了。今天我带了一个好消息给大家，海螺 AI 最近上线了一个新的玩法，名字呢也超级炸裂，叫做导演模式。那简单来说，这个导演模式能干嘛呢？它号称可以自动帮你设计出好莱坞级别的镜头运动，什么推拉、摇移、长镜头跟拍、环绕追踪、仰拍，全部都由 AI 来搞定。不用你绞尽脑汁去写提示词，只需要在对应的动作描述的地方点击添加上你需要的镜头运动就 OK 了。一个影片可以任意添加多个镜头运动组合，现在就带大家去实操一波，当一回素人导演。来到海螺 AI 影片生成创建面板，非常好的一点就是新用户它会有1000积分的免费赠送。在左边就是图片生成影片、文本生成影片，还有指定角色人脸来参考生成影片。它新上线的导演模式呢，就在图片生成影片这里，它可以像一个专业的导演一样来控制我们的相机运动。首先我们需要导入图片，我的想法就是要创建一个这位女生被后面的战斗机追踪的一个影片，需要女生在奔跑的时候呢，相机跟着她在运动。在底下的描述框里面正常的输入我们的提示词，也就是描述一下衣着，然后女生的动作以及她周围的环境。女生穿着白色的连衣裙在沙漠里面奔跑，在她的身后有三架战斗机。再往下拉，点一下这里的摄像头，打开了右边的相机运动，然后可以通过光标在不同的位置添加对应的相机运动。比如在 running 跑步这里呢，我想要添加一个追踪的镜头跟着女生在跑。相机控制的底下有两个分类，第一个呢就是自由选择，第二个就是电影镜头。我觉得它翻译的不是很好，不过没有关系，当我们把光标移动到对应的相机运动上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预览它的效果，然后再根据我们的图片来选择对应的相机运动。像这些向下倾斜或者向上倾斜的都非常有意思。如果是走路的话呢，我们就可以选择镜头跟着往右或者镜头跟着往左了。还有一个舞台的一个效果也特别好。 OK， 我们再来看一下自由选择的，向右边跟踪，还有向左边跟踪，旁边就是左边平移或者右边平移，镜头向下，镜头向上，还有镜头拉远和推进。想要展示场景的也可以向上或者向下，放大或者缩小，还有这个经常会用到的追踪镜头，点击一下呢，它就会添加到我光标所在的地方，也就是它跑步的时候添加一个追踪的镜头，相机就会跟着我的角色再往前跑了。 OK， 其他的运动呢，我们可以等到下一个场景来设置看看。点击生成按钮，等待影片生成。 OK， 影片生成好了，后面我们还可以在一个影片里面尝试两个、三个甚至更多相机运动结合的效果。跟踪镜头是很基本的拍摄手法了，飘逸的裙摆、飞起来的头发，还有战斗机发射的激光都还 OK， 但也不是没有缺点的。很明显，战斗机的速度不能跟我们人的速度一样吧？如果 AI 能够理解这个逻辑，战斗机在人的头上飞过去，或者呢转弯飞走，那我这个导演呢就肯定是会满意了。接下来我准备加大难度了，首先换成下一个场景的图片，这次我就要在一个场景里面添加多个相机运动了。想法就是这个女生她躲起来了，在躲起来的一开始，我想要有一个震动的镜头，就是让人感觉到很紧张的氛围。然后在提示词还需要描述一下这个战斗机它从这里飞过去了，而我配合的镜头呢就是一个往左边环绕的一个镜头，
这样我的场景就能看到飞机飞过去的状态。 OK， 往下清空一下本来的提示词。女生坐在混凝土的墙上，她的头发在风中飘动，她看着右边，在她的身后呢是锈迹斑斑的工业塔，一架战斗飞机呢从她的头顶飞过去，留下了一条红色的痕迹。那首先我就把光标移动到第一个我要添加相机运动的位置，也就是这个女生躲起来看着右边，然后往下点开摄像头预设，在右边找到这个 shake 摇晃，单击一下之后呢，它就添加到对应的位置了。然后就是战斗机在头顶上飞过这里，添加一个运动。大家注意，添加运动之前一定要检查我们的光标位置对不对，是不是你想要添加相机运动的地方。比如这个摇晃的相机运动，如果我是添加到飞机这里呢，那生成的效果就是拍摄到飞机的时候呢，这个镜头才会摇了。 OK， 在右边找到我要添加的相机运动，在自由选项这里没有，我们就点开电影镜头这里，我要找的就是这个向左边环绕的一个镜头运动。在我的图片画面这里，如果镜头往左边环绕的话呢，就可以看到这架战斗机飞向右边的一个运动了。当然这只是我预设的一个效果，具体的话呢，我们就点击生成来看一下。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刚刚我们生成影片呢也是用了30积分，这次我们添加了两个相机运动呢也是30积分，这个看来还是蛮划算的。 OK， 来看一下相机是怎么从人来过渡到飞机的。 OK， 它虽然是已经有一个往右边环绕的运动了，但是跟我的想法还是有一个出入的，当然镜头也是在这里能看到有轻微的晃动。因为我是想要看到飞机飞出去的一个场景，那我们也可以在晃动这里呢再添加一个往上移的一个相机运动。点开相机控制，来到自由选项这里，像这个运动就可以，它是往上拍摄的。 OK， 我们再来生成一次看一下效果，这一次我们就有三个相机运动结合了。 OK， 来看一下能不能看到右上方的景色，还不错哦，就是这个飞机的那个尾气也太厉害了吧。OK， 我想再来一个角色动作幅度比较大的，比如我的角色找到了出口，让他走进去这一条走廊里。 OK， 开始添加我们的相机运动，在画面开始的时候我就想添加一个往右平移的一个相机运动，也就是这个往右移。接下来呢就是他走进去的动作，这里再添加一个相机运动，在电影镜头里面有一个自由这个名字的一个相机运动，看效果就感觉是镜头推远然后向下倾斜的一个效果。OK， 点击生成影片，来看一下平移然后拉远和向下倾斜的效果结合是怎么样的。很潇洒哦，而且他的两只手是一直保持拿着东西的动作，运动逻辑合理。走廊里的男人还有那里的灯光布置细节，这些场景呢都是一致的。还有一种镜头运动很有意思，跟这个是恰恰相反的，它是拉远镜头再向下倾斜。那我就给大家看看相反的，拉近镜头然后再向下倾斜是怎么样的。把图片换成一张有高度差的一个大场景的镜头，比如我的角色站在高架桥上面，然后我想要的效果是呢，女人转身然后背对着镜头，她俯视着路面，我的镜头呢是推进然后向下倾斜，看到路上的汽车在疾驰而过。我这次的一个相机运动呢就可以直接在最后提示了，然后找到对应的相机运动，首先是推进然后再加一个向下倾斜。我的提示词呢是让这个女生转身然后背对着相机看下面路边行驶的汽车。 OK， 点击生成，大家猜猜她是会往左边还是往右边转头呢？
哇 ，AI 已经很聪明了，汽车在左侧，人就往那边看了。这种过肩视角终于也让我们拍出来了，摄像机从人的身后随着它的视角移动把场景呈现出来，一下子就跟普通的 AI 视频区分开来了。这里还有一个小 tips 给到大家，如果我们的场景里面只有一个角色，而你也只想要展示这个角色的运动的话呢，当我们提示了第一个相机运动之后，比如这里的相机往右边旋转，那接下来我们可以跟一个跟踪运动。跟踪运动的话呢，就是我相机在动的时候呢，我人动的时候，我相机是以它为主体的，这样的画面我们的角色就会一直是主角了。当然玩法还有很多，相机预设可以做出一些大场景的转换，分分钟制作电影预告片，比如这位大神的感觉像不像是环太平洋三的粉丝自制预告片呢？还有这个，生活就是一场漫长的艰苦跋涉，真的太酷了。感兴趣的朋友们赶紧去试用一下，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影片最后我会分享一部由海螺 AI 举办的 AI 电影活动中的得奖作品，视觉效果真的超猛，保证能让你眼睛一亮。记得订阅我的频道，顺手点个赞，打开旁边的小铃铛，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 I keep recording and documenting everything. This is not my home.It's not my workshop, and it's not the pyramid I remember building, but this is how it is. I've begun the journey, and there's no turning back. For whoever finds this video, I want to leave a record of what I've achieved. I've been working with pyramids for years, and I finally perfected and designed a model with a quantum interior capable of taking me through many worlds. What I have seen is unspeakable.And cannot be understood by any human who hasn't experienced it firsthand. In the end, after countless journeys, I've co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human beings are immersed in many holographic worlds that don't even exist. That is, they are there, but they don't exist. If a human being lives a life without a purpose for spiritual liberation, whatever he does will be irrelevant.And he will never be able to free himself from these infinite worlds of madness. Liberating yourself from these worlds comes at a price. It's not free. When you begin these journeys toward liberation, they will appear to try to stop you. You must not be afraid. They have many forms and horrible appearances, but they're only there as if they were guardians, keeping us from entering the true world. Remember this. They live through your lives.